现在来到整个杭州的香积寺，今天刚好是文殊菩萨的生日，现在都祈福法会，同时为众高考的学生举行征的旗帜征服。5月19、5月20也是台湾的国中会考的日子，真是一举两得啊！这边是可以看到善男信女为文殊生日做这样子祈福活动，这边是整个香积寺的大楼，大雄宝殿，这边是菩萨殿。旅行一见妻子，幸福江南。今天是第二天，小弟 Steven 为你现场报道。现在是早上的10:40。